这份婚姻忠诚协议我看了一遍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婚姻存续期间，如果男方出现任何对婚姻不忠诚的行为，就要净身出户。二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就分别签字吧。好。要不别签了吧，我还是觉得挺奇怪的。老婆，这次我一定要见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 一会儿呢，你也要签一下。我也要签。你作为见证人，难道是过来看热闹的？